常的装傻，眼风是你也是我，好比昨天圆头，今天包头，明天牵手。家常的茶余饭后是整个你我，拜托谢谢再联络，白眼翻到太空。疯狂世界快乐的火，悲剧有喜剧效果，你笑破喉咙都没有用，加油。疯狂世界好好加油，让每天都浑水里动，你加油其实少不了我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跑起来才爽快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你奇怪不奇怪？疯狂世界好好加油，让每天都欢声雷动，你加油其实少不了我。林富康，你竟然背着我做出这种事！啊，喂，喂，啊，安娜，嘿，秋月，你出门了没啊？我们都在等你哎。正打算出门呢，你再稍等一下啊啊，待会见。怎么做事啊？哎，秋月，你来啦！秋月来了，来来坐这。怎么这么晚？这咖啡都凉了。你怎么这么晚来啊？我还以为你放我们鸽子呢。怎么会？我刚刚去我女婿的公司，从那里啊，我带了几支护手霜，想说啊，拿来给你们试用看看。啊，谢谢。啊，对了，你们认识安达的金董事长吗？嗯，安达。对。听说他们夫妻在办离婚呢。对对对，我也有听说哦，好像啊是金董外面有小三嘞。那个小三啊是健身房的女教练，金董说什么要去运动啊保养身体，没想到是跟里面的女教练搞外遇哎。安娜，嗯，你确定是健身房女教练？哦，健身房这个地方哦，很容易擦枪走火的，那些女教练穿着紧身衣。前凸后翘的，还贴着你的身体在帮你调姿势，这有哪个男人撑得住啊？你要干嘛？这饮料袂歹，我啊，嗯，妹啊，来来来，今日瓜果足甜的，来，再来。拜拜拜拜，我来吃麦菜，这灯好看哩。哦，对啦，大家讲话是啊，你是呢？不是啦。哎，咩对？不啦，我去运动啦，啊，我甲红今仔富康约好啊。我，小姐，开未完啦，够啊，不够，够。哇，十不能那袋啊，藏两百块，敢袂看呀？呀，爸，我吃一袋。怎么样？哇，我来运动嘛吼。唔好开了了哦。没啦。富康。奇怪，今天没有门诊，怎么不在家？
怎么都没接电话？健身房这个地方哦，很容易擦枪走火的。那些女教练穿着紧身衣，前凸后翘的，还贴着你的身体在帮你调姿势，这有哪个男人撑得住啊？我要冷静下来，冷静。喂，妈咪啊。喂，子涵，在吃饭啊？是在吃饭。全家都在吗？哦，没有，就我跟曼柔，我妈还有阿嬷。啊，你爸不在吗？他不在。啊，你爸去哪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回来的时候他就不在啊。曼柔爸爸会不会和你爸在一起啊？曼柔，我爸是不是跟你爸在一起啊？我不知道哎。子翰，还是你去问一下你妈，看你爸去哪里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们是在一起，怎样？你现在翁找无找，来追阮家来，找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怀疑讲我把你翁藏起来啊？我只是打电话。富康没有接，我才打给子翰，问富康是不是跟德昌在一起。嘛，卖关恁翁关啊，好不？你若传出去足歹听的呢，讲恁翁袂是外歹底路的，还无对调调。我是怕德超带富康去找女人哦。他们两个啊，最近常常去健身房运动，谁知道去那里是真运动还是假运动呢？你甲你翁顾好就好，阮德超足高义。在我的掌控之下。是啊，你要不要去那个昂景的社群平台看一下，看你那个忠厚又老实的老公跟那个健身房的女教练，哎呦，可亲密的不得了哦。哎，喂，按我讲个清楚，没礼貌呢，挂我电话。你做公安呐？昂景没下来，你拿水去。社群平台红寻叔叔，我别乱，你在讲啥？你暗做做。啥？妈，应该。是啊，我看。这是啊，别恁惊，看清楚。来，我放大，你看这是别恁惊。是啦，这啥我写。我爸哦，我快给那大家提这些钱。牙体拍牙啵！我知道你们老板洪一寻，还有那个林富康跟伍德超，他们今天本来约了南希教练的课，不过后来取消了。取消？那我找南希教练。不好意思，南希教练今天请假。他怎么也来了？听说是和朋友去钢琴酒吧唱歌。钢琴酒吧唱歌，吴秋月。我放心，来查琴了。查琴？要哪有可能？我是来看你甲德超的好戏。我哪有什么好戏通互恁看？哎，是恁翁富康啦，甲迄查某教练哦，连唔到哇，好亲密哦。富康以前是这种人呢。那是安怎？是恁家这么温暖哦？哎呦，陈秋月，你好好反省反省哦。你应该烦恼是你家己。迄德超哦，甲迄女教练是安尼黏外我，差一点啊，就烂到底了呢。我感觉迄拢是误会啦。阮德超是故意啦，而且无可能做这种代志。阮富康嘛真规矩，嘛无可能做这款代志。哦，啊，你来要创啊？我你来要创啥？我还在这跟你练笑话啦！我要来钢琴酒吧啦！你知影钢琴酒吧在倒位？红琴开的店，我甲德超捌去过。
咱都不安尼冲入去哦。有德操，哪敢对不起我？我的锤剩下。哎，一无啦，你这物件不是要摕来对付南希啊？恁富康若是有小三，啊，你会对付迄个查某吗？哎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意思是讲，哎呦，你莫遐尔冲动。哎，相片内面呢，南希甲富康德操遐尔亲密着，到底这个南希是谁的女人呐、啊？非得不是阮德操的就对了，嘛无可能是富康的。哎，有可能。这个男士是不是在做一个查甫人的身躯边缘的高高低？这种狐狸精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不能使用暴力啦！事情而已。唔管讲这个男士跟什么人斗阵，这袂使伫外口闹，家丑不可外扬，等人家讲好唔好？林秋月，你什么时阵变成？我来装刀了哦。哎，你好，谢谢哦。哎近景哦，都吃你的，喝你的，用你的哈。今天哦，这一摊我买单。你确定？我们家的武皇后今天突然大发慈悲啊！他除了拿2200块给我之外，我自己还有3000块。哎，5000多块，这一摊够了吧？啊？哇！这5000多会不会是你这一辈子最有钱的时候？好啦，你就留着慢慢花，省点花，好不好？那只好让你请了。你干嘛啊？本来说好要去健身的，结果被你们拉来这边喝酒唱歌。我没跟秋月讲一声啊，手机又刚好没电，我怕他会担心啊。不用担心啊，你担心什么啦？你看春花秋月啊，一定以为我们去健身房的。知道的啦，开心点，别想那么多。对，我不是都跟嫂子打好关系了吗？来，现在把你的酒杯举起来，来，南希姐，哎，南希，我们敬两位人夫，今天暂时脱离老婆的魔爪。魔爪，轻松一下，放轻松。教练费跟中年费好像照算哦。没问题。来，喝一个。这是今天的招待。安吉姆，我有两个好姐妹今天来这里玩，可不可以让她们跟你们一起玩啊？两个好姐妹，嗯，先赶快请她们过来，我们张开双臂，热烈的欢迎她们。好，好，马上来。哇！小子乱撞啊！你好，哇！紧张哦！哎呦！哥哥们好！你好，你好。哥哥们，请问我们可以加入吗？啊，当然可以。真的啊！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哥哥。哎，这边，要坐，要坐，要坐。哎呦，声音好好听。不错，这个。你好。那其实，如果等一下看到我们两个，心情会更好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曼柔。我最近的喜事就是我要嫁给一个很爱我的男人喽。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你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要接要接要接。哎呦，声音好好听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你好，其实如果等一下看到我们两个，心情会更好。这么可爱，亲爱的老公，今天就让你自己画画看喽。记得要一步一步来，不要乱掉哦。你放心，老婆，我今天会把自己画得像绝世美女那样，也顺便展现一下我这几天学习的成果。我很期待哦。来，加油！好，start。自是有缘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做春花花花花花花花。那这位呢，是我的好啊，他有嘴巴，自己会介绍。我叫秋月，很开心可以认识三位帅哥。啊，这两位美女啊，这名字取得真是好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做红寻。这两位帅哥啊，是我最好的兄弟。那富康呢，他是诊所的院长。德超呢，是我们这一区最资深、最优秀的邮差。哦，久仰久仰。还有身边这一位南希，他是我们三位帅哥的健身教练。难怪这个前凸后翘，你的男学员应该不少。好辛苦哦，要教学员运动，下了班还要陪酒，哎呀，月入上百万吧。话可以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。哎，先生啊，你刚刚说他是什么超？德超。哦，那你应该是姓武吧？武德超先生，我现在有跟你说话吗？这个男性教练呢，他很专业。哎呀，院长，您结婚了吗？我结了。你太太一个人在家，她知道你出来外面跟别的女人喝酒吗？哦，那这个真的很抱歉了。你不用跟我道歉，我又不是你老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老婆是一个很明事理的人。你老婆这么信任你，但是你千万不要辜负你老婆对你的信任哦。要不然的话，可能会做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呢。啊，要加冰块吗？当然了。那个吃冰块的那位美女，富康哦。他是标准的妻管人，人很规矩啊。哇，可以，通天刚挂报警。哦，原来这位院长是守规矩，所以啊，邮差先生您是匪类哈。家无人是匪类啦，这是一家正派经营的 piano bar， 只有一个老板娘莉莉，也没有小姐来陪酒。我平常都会带我老婆来这边唱歌，你也可以带你老公来这边唱歌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根本没老公了。你怎么会没有老公了？
他死了。啊！吴美人，你好了没啊？林老师坐等验收哦。好，快好了。来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绝世大美女吴子盼。Oh my god！ 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太美？是不是太惊艳到你了？啊？真的好美啊！美到我都不敢直视。你能画成这样，真的太不简单。不去泰国发展，真的太可惜了。哎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哦，化妆真的是有够辛苦的。如果不让人印象深刻，那是太浪费时间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觉得加个东西会更完美哦。还加？欧巴，你这么厉害，你这么厉害，我最漂亮。拍个照啊，200块就好，还不真香味。哎，先不要，妹妹给你500块，拜托你留远一点。哦，可是姐姐现在舍不得离开你。我对这种浓妆的姐姐没有兴趣，我喜欢淡妆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公司就我最漂亮，没有别的。妈，拜托你了，先去卸妆。好了，不闹你了，我先去卸妆。好，谢谢哦。但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美，你怎么可以嫌弃我呢？审美观真的有点问题。我老公生前呐，就把他的宠物一只螃蟹交给我，而且是红色的，我一定下锅煮一煮，大蟹8块。好味，要放我一碗哦。而且啊，我最喜欢吃那个红鲟的蟹，高。嗯，给你。嗯，谢谢。哎，这位啊，叫兰心。嗯，看你的长相跟身材。嗯，我是觉得普普通通啦。啊，你的对象是你的右前方那个，还是右前方的隔壁那个呢？都不是。闭嘴！闭嘴！两位姐姐，我的眼光可是很高的，但他们俩，一个长相坎坷，一个身材像土石流，我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不要搞不清的状况，在这边当两丈很难看啊！什么是两丈啊？智障跟白内障。哦，他的意思就是这个白痴跟瞎子的意思了。你给我写的工伤，你破嘴！哎呦，哎呦，那我们这个脚是卖差不多了哈。哎，请坐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我现在呢，这个郑重的介绍一下啊，兰溪呢是我的女朋友，跟德超跟富康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两位请放心啊。你的女朋友？嗯，你现在是在混淆视听吗？你在你的社群平台 po 他们三个人贴在一起的照片。安子妹，你的照片是你 po 出去的。哎呦，我们俩会被你害死了，今天就害死谁？你老公做拍台机，当给你害死，没那害。哎，好，听我说，这误会啊是有点大了，因为德超跟富康他们是第一次去健身房，必须南希教练亲自下来指导，否则啊，他们两个很容易就会受伤。南希真的是你女朋友？是啊。好啊，如果不让我们误会，你就证明给我看。证明？嗯，好啊。哎呦，不要脸。嗯，相信了吧？阿东玛丽呀，干嘛打电话叫我看照片啊？害我来这边丢脸。哎，拜托哎，是我叫你冷静落来，你无你硬要冲入来，好你家在，迄木棍甲砖头甲丢掉，啊那无好这声吼，来救救吼，这样嗡嗡的来。送啥？你就把我当成挡箭牌，给我上一套剑哈。哎，这个哎不，今天呐，我真的非常幸运，能够亲眼见到姐妹花斗嘴。谁跟她是姐妹花？学我说话。哎，你们的酒呢？倒酒。
哦哦，倒酒。快！来，快啥？我的份不用你倒，来。哦，那我啊，那干你什么事？他的份你来倒。这个是他的份，这个才是我的份。啊，你份你份。多没倒？倒什么倒？又不是地震，还中风。我紧张了。太浮夸了你。第一次。看不出来。被你抓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玉慧。最近我的喜事就是我面店的生意非常的好，加油喜事少不了我。你加油喜事少不了我，加油喜事少不了我。谁啊？哎呦，鬼啊！是我杀了。你干嘛这样了？吓到我了。嘘，等一下，听你解释。哦，像呢。你刚刚这句话我说过，是我的兴趣啊。你吧，这么漂亮，走开，路走开。哎呦，二哥，看不出来你有这种癖好哎。怎样，二嫂喜欢这一味道？哎，给我放尊重一点哦。你可以开我玩笑，不能开你二嫂玩笑了。哎，没有谁要开谁的玩笑，我也不相信这是你的兴趣。怎样，你说了到底。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？跟你们说实话可以，但你们要以兄弟情保证，绝对不能出卖我，可以吗？你干嘛？我不想知道。不想知道就让我知道。干嘛呀？拜托，让我知道。好了啦，你们两个，真的有什么事情，哥哥跟弟弟一定会帮你。说啊。其实啊。我已经离开红酒的业务，到曼柔妈妈投资的美妆公司上班了。二哥，你属猫的吗？什么意思？你真以为你自己有九条命可以花是吗？被老妈知道你就……兄弟一场，你安心上路。什么啦？有你们这样做兄弟的吗？我话都还没讲完就开始诅咒我。哎，我这算跳槽高升哎，从一个小小的红酒业务变成一个美妆集团的执行董事，你们应该祝福我才对吧？执行董事？对啊，整个公司除了董事长就我最大。二哥，真是恭喜你啊，扶贫起贵的，人生直接少奋斗30年，被老妈知道以后直接少活30年，你的这可真会是。短暂又精彩，绚丽。吴子轩，讲话可以再贱一点哦。我就想活久一点，才希望你们能帮我保密嘛。你们会帮我保密吧？会吧，会吧，会吧。我没听见，也没看见。大哥，会吧？你让我想一下，你让我想想。你们怎么这样当兄弟的啦？哎，这个家我最挺你耶。你那木头还帮你追千惠，你这样没义气的哦。你讲的是两件事情，好不好？而且。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空间？你那个样子，好恐怖！我跟你说啦，你求我没有用，你要求的是那个最会塞奶的，可以帮你搞定妈的那个人。我就跟你说，不要让我知道这种鬼故事啊！吴子健。
我就跟老妈告状，你跟雨柔要去参加比赛的事。什么比赛？他跟雨柔要参加咖啡园比赛啊！常常去咖啡园，不知道在那边有的没的。吴子翰，太没名，太吓人了！别怒，不要怒。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什么比赛了？是咖啡的比赛。比完之后，我挺你，我挺你，可以了吧？我挺你。好，你说的。我说的。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答应他了，谢了。他就是喜欢哦。你还能？你还能？怎么是？你让讲了，我得抱歉了。轻一点啦，轻一点啦。会播。我陈花莹。哼哼哼哼，哪个？哦，那会了，两人实力果然不简单呢。又是陈花莹，就是小姐。哎呀，得拼个酒，都要比输赢。还是陈花莹啊！有没有看到连三搭三？三十多年来，你还是不赢我啦，永远是我手下败将。这两对姐妹花好不容易凑在一起，说不定有机会可以让他们机会是很好，但是该怎么做？来呀，来这会啦！饮威士忌安尼收完啦，直接饮高粱还较紧啦。什么什么？喝高粱嘞？喝下去真的会醉，不好了。醉了才好啊，才能够酒后吐真言呐，才能和解。干不？五花虎，来高粱哦，无问题。看看你，爷爷，哎呦，他没接到。来，干杯，干。哎，我买几个。你是王虎镇哦。这边。小雪，你会不会弹？陪你一起走。Of course， 这首是我最喜欢的歌曲哦。接下来来宾点唱歌曲《陪你一起走》，这首歌叙述的是一起成长的闺蜜，互相扶持，不离不弃的情感，非常动听。陈华秋月啊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？你们当年一起合唱过呢。对啊，你们两个还说陪你一起走是你的主题曲。对，不会忘了吧？那还用说？来来来来来，卖鬼呀卖鬼呀，陪你一起走，来来来。今天下午的那场大雨打乱我的思绪，还在想昨日他发脾气，感觉有点委屈，逼着你不留余地，统统都给你听，帮我分析打抱不平都可以，面对你就很安心，像海里的鲸鱼，属于我们那种频率，我陪你一起走到以后，人生有几百种不安的理由，不用说出口，你的眼神都懂，我陪你一起走到以后，就算有无底洞也不怕失控，陪你度过，看你走向红毯的头。两位唱得太感人了，来宾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。秋月，春花。回到三十年前，他们的感情还是一样的好，而且搭配完美，默契比双胞胎姐妹还要好。可
可见得他们的心中根本就没有放下彼此。今天气氛这么好，不如就在大家的祝福之下一笑泯恩仇好不好？真的很想念以前的你，我也很想念以前我们那段时光。我为什么那么笨啊？要吵三十几年，我怎么不好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的是我，是我欠你一个解释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子良。最近我也有喜事，我有一个暗恋对象。家有喜事，少不了我。你家有喜事，少不了我。家有喜事，少不了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的是我。是我借你一个解释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这是我三十年来的愿望。九月，我的好姐妹，好妹妹。来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能哭吗？我们这一杯就化解我们这三十几年来的恩仇，喝完就通通忘光光，忘光光。嗯，好的。嗯，再来一杯，再一杯，来，再一杯。我要跟我的好妹妹秋月好好的喝，喝到醉，喝醉。今天下午的那场大雨打乱我的思绪。肚子怎么这么痛啊？好了好了，来了来了，来，喝了这杯咖啡就会好很多的，请用。你明知道我喝醉了，隔天就会很惨，你还一直叫我喝酒。是你吵着要喝的，我阻止不了你了。哎，对，你该不会忘记昨天发生什么事了吧？我记起来了。那就好了，要不然我们昨天的努力都白费。你昨天跟我讲说呢，你要去健身房运动。啊，结果呢是翘课哎，跟 Ang Jim 还有那个女教练去喝酒，然后唱歌，我非常生气。哎，不是，这个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
南希啊是安静的女朋友，你忘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啊，对。哎，除了这个之外，那昨天你唱那首歌，哎，那可是昨晚的高潮啊，你记得吗？什么歌啊？哎呦，我想不起来哎。昨天还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昨天你跟葱花拼酒，两个人喝了好几杯深水炸弹，然后一起上台合唱那一首《陪你一起走》，你们唱到最后，抱起来一起唱，一起哭。哎，不可能，有吗？我跟葱花怎么可能？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不要趁我喝醉断片，然后就塞了一些无微博给我，都说是我做的哦。真的啊？你跟葱花喝交杯酒，霸占麦克风唱了好几首歌，全程都霸在一起唱，感情就像以前一样的好啊。哦，老公，你好可爱呀，我看是你喝醉了。我没有喝醉，真的。我的手机里面还有德超传给我的影片呢，你要不要看？我给你看。怎么觉得啊，头又在痛？老公，我去一下洗手间啊。哎。你不是啊？你来我店办。刚才，刚才怎么物件拢穿好啊？哦，那你叫我困啊，真正一醒到天光。哦，春花啊，起床啊。七大杯，泡茶你啉啦，泡嘛。哇，那才甘心嘛。本地就拢安尼。好香哦。啊，好喝。你气色袂歹，你昨下咧睏了真饱啦吼。我知影你是不是因为你昨下甲这个曲国拉完成了世纪大和解了，过心情拢好起来，一醒就甲天光啊，是不是？天雷啦。啊哪啦？你即马是咧喊眠吼，还是怎困无饱？啊，是谁咧甲秋月啊和解？哎，你袂记啊？啊，但你昨下甲秋月啊两个人本来就是和解啊，而且吼，恁两个揽做伙唱歌跳舞，心情计偌好。你昨下你咧穿几号的无？我讲，啊系啊，啊，我袂记你三工前，甲猪肉用啊订迄个猪脚，今仔若无去睇，就不知道做生意啊，拢嘛你来吵吵吵。哎，你奇怪啊呢？三工前的代志你会记的，昨下你甲树外那何解的代志你会放袂记的？哦，你超工的，爱面子唔认输。爹地，真的假的啦？妈咪都不承认发生过事哦。他说他喝醉酒失去记忆了，不过经过我的诊断，他应该是选择性的失忆。给他看证据，他还拒绝呢。是失忆还是借口？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啦。夸张。店长，早，吃早餐啦。嗯。全是幻觉，这种恐怖的回忆还是趁早丢掉比较好。有苍蝇哦。嗯，妈咪啊，爹地刚刚跟我说，昨天你跟葱阿姨去唱歌喝酒。你不要听你爹地上面说的，我跟王葱花哪有什么事情。就算你喝醉酒失去了记忆，其实你可以趁这个机会哦，跟春花好好和解的。就算我酒后失忆，我跟王春花不可能和解的。你呀，这样听清楚了没？以后不准再提这个事。
你不觉得林玉楼最近怪怪的吗？自从我嘴完他以后，他又躲我们远远的。我的衣服变形了。能不能给我们夫妻一点点私人空间？啊，你莫是跟你抱怨什么啊？我妈妈和奶奶今天去店里，而且她奶奶还邀请我们去她家吃饭哎。哦，我姐就希望我们两个在一起啊，她怎么可能不答应？总裁把原本给秋月姐执行董事的位置转给你，你可千万别辜负他们，让大家笑话你是靠裙带关系哟。哎，秋月，下面秋月了，别走了，闹屋了。哎，你有没有收到老爸的？有，武侯大海茶戒。给我喝。今天下午的那场大雨，打乱我的思绪，爱在向左。